未來嘅 Fresh Training 啦。咁我哋今日好榮幸請到導演 Lunch 上嚟同我哋分享。咁我哋有請導演。大家好，我開場白啦。我哋準備咗啲 flyer， 咁大家可以即係都攞張。咁其實個 flyer 咁大家可能最尾都見到，就係、是我哋青少裏面其實其中每十年一度青少都會影一張合照嘅。咁嗰時係一啲菲林一個啲叔叔伯會嚟呢個大相機影。咁嘅大底片，咁所以而家冇噶啦。咁我用咗嗰個原底，跟住做咗一個 illustration， 咁大家可以轉係啦，因為係我諗，雖然之前啱啱去年國際影節做咗首映啦，咁嗰陣時啱啱除咗個作品誕生，自己都啱啱生咗上年，咁所以我都係第一次喺香港就見到觀眾，咁都有啲緊張，當時咁即係咁怕。我再做呢個作品，可能都係覺得都好想繼續拍村落呢件事。咁因為真係原來搞一壇清照要都好幾百萬，我諗可能下一個十年真係未必有呢個資金，同埋我諗成個即係上一代，即係村長都話我下一屆八十幾，我諗我唔會搞嘅，同埋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籌唔籌到期啊！如果我即係喺一個喺嗰個 team 裡面，咁所以我覺得都好開心即係完成咗件事，同埋嗰陣時其實。我想我自己这個作品是沒有一個 script 的開頭，其實是一回到村，我2019的時候我是即我之前都沒有搬過出去離開條村，那時候我就搬了太子住了，經歷了很多即事情，跟住就回了去村到2020的時候諗住是準備這個拍攝，可能 voiceover 都提過，咁就點知就疫情，咁所以就其實係同個時間嗰、那個點解春夏秋冬咁重要，其實都係從同個時間一起去記錄。即係嗰年發生嘅事咧，咁即係我諗 drama 就係一個 time 咁樣喺個空間度發生。係，咁啊都幾特別啲聲，我係讀 audio 都好敏感對啲聲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。咁其實最後你見到嗰個 animation 係其實係我嘅攝影師阿 Mike， 咁阿 Mike 其實都係我團隊其實都好特別啦，同 An 導演有少少 share， 同係 C 嘅其中個監製都係阿 Ken 啦。咁就攝影師同埋audio guy 都係阿哥仔，都係我哋個呢個小 team 咁一齊去做。咁係啊，同阿 Mike 傾完之後，其實講翻咁 ending 會唔會係一種完美裡面有一種 imagination， 即係做一個團圓咧？所以做咗個 animation 係結尾。係咁我其實同 Mary 即係第二次合作 ，Mary Stephen 都唔係第二次，即係喺村落嘅 documentary 第二次。咁我哋今次我哋每次都好似對談形式。咁我每次以為自己都係好存在，但係今次佢話你要再出現多啲。咁我其實上次都有我旁白，咁今次我就咁好啦，再擺多啲啦。咁可能有啲朋友會有一啲感受或者點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自己聽自己有啲怪，但係就都覺得可能嗰個 person 係即係我經歷或者嘅感受咁啊，做咗一個帶動咁樣。咁或者有冇啲問題大家想去傾下？我知道大家可能係有都比較專業嘅觀眾啦。有冇事情想知道？我細個記得咧，因為我第一次睇毛鬚嘅記錄，但我細個記得毛鬚好臭嘅，係因為有染廠係。有條染廠同埋養豬
好奇咧，嗰陣時打照咧，你去邊度攞啲濃水啊？哦，即係你要你本來條，但係即係咁多年又改進咗好多啦，而家好乾淨啦。但係我記得有段時間條河咧係好多污染。係。咁你個即係你由細喺度大，即係所以一個好好奇嘅。係。你點攞嗰啲清潔嘅濃水咧？係呢、這個問題好好。咁我其實我細個時候都有聞到嗰陣味，我有嗰陣記憶喺度。咁因為個寶龍鹽廠，跟住即係亞視前身係鹽廠嚟，咁就七彩顏色嘅。咁咁你見到其實裡面有好多archive 嘅 footage 咧，其實係有一啲取濃水，其實係都有啲 footage 係取濃水。咁嗰個係應該20年前咁樣，咁都係喺。上山即係因為濠涌河係百花林同吊草崖一個咁交界而成嘅河流，咁其實上少少係有一啲所謂乾淨啲咁樣嘅，咁即係當時我都冇記憶究竟係咪即係嗰個污染有達唔達標啦，即係清潔嗰度嚇，咁所以即係有都係喺上山上，我都唔係好敢飲。你先啦，你先啦。哦，想問一下，即係套戲，我好中意啦，套戲，都係，即係可以舉手咁樣，即係一聽到就想明。咁我就比較中意温氏兄弟嗰部分啦，同埋咧就係、是、好好奇究竟籌備咗幾耐啦，尤其是咧揾到呢、這個我唔記得外援姐姐個叫咩名？Marie。因為佢係咁啱就喺呢段時間，佢要離開呢度咁樣，咁啊都應該唔係話揾就揾到咁樣，即係點樣機緣巧合之下咁樣揾到佢呢個故仔，跟住同埋即係佢咪佢阿妹之後嚟接手咁樣嘛，係全部都拍到嗰度啦。係。咁除咗《奔口龍界》有偶然與想像，其實電影同生命就係偶然，好多偶然組成。咁其實講翻 Marie 先啦。好得意就 Marie 嗰個家人咧，其實係我師弟嘉樂，即係如果你識嘉樂嘅話，佢係睇完大藍湖，跟住搬咗去濠涌，咁跟住就入咗條村之後生咗，即係組織家庭生咗小朋友，咁係我師弟嚟嘅，咁跟住冇諗到10年後我又拍咗佢屋企，咁而 Marie 就真係平時我都唔同佢好熟，咁但係有 say hello 咁樣，但係我同嘉樂熟，咁就而咁啱佢。那個屋又對住嗰個廣場，咁就係即係一個嗰種偶然，就係個劇本喺嗰度慢慢去誕生。咁遇到同佢傾開偈，哦，原來你即係翻唔到屋企，原來你已經 last year 啦，咁樣，咁就又多咗條線。其實個 structure 開頭係有，我係想拍孖仔，我亦都想拍老村長，即係我都係想今次唔係淨係。好，即係我即係唔係淨係自己條村，因為我諗嗰個本即係 insider outsider 係以前上一集就係好原居民嘅故事，咁呢一集係其實個好得意就係我諗嗰、那個即係之前有記者問我即係 misunderstand 係乜嘢，即係咁其實好似我成日喺一個廣場喺個條村同一個空間，但係時間變咗，咁裡面啲人物調動都唔同曬嗰、那個 blocking， 咁就係由以前啲阿婆坐喺廣場。到已經阿婆唔喺度啦，咁有工人姐姐，亦都有好多少數族裔嘅即係新 newcomer， 咁就去 form 咗一個村個家，即係佢哋都成為咗即係一部分啦。咁我諗嗰樣嘢都好美麗地，所以今次其實即係 Marie 就會成為咗其中一個 character。咁可能喺村民去睇就誒關我咩事都唔係，淨係講我哋嘅，原來有其他人嘅，即係可能佢哋有唔同嘅。唔知佢哋中唔中意㗎，即係我未係好，我因為叫村長可能睇咗佢又冇乜反應咁，即係可能上一集咧佢哋就會好開心，依一集可能佢哋會唔 sure 點解你會拍其他人，但係我只覺得就係一個雖然同一個地方，但係有改變，我諗嗰個回應都有即係同係有一個咁嘅改變。咁我唔知道有冇答曬係咪 Marie 啦，跟住你講。温氏兄弟啦。温氏兄弟係因為佢我細個睇佢即係出世啦，同埋佢。即係 twins 咁好特別，我自己覺得，即係我嚇，跟住同埋佢爸爸，我諗幾特別就係阿昌哥係佢回流咗翻嚟，即係去咗移居海外，可能村長就係嗰個移居海外，但係佢同埋佢鄉下嘅太太去咗外國，跟住佢之後翻嚟，佢有一種情，咁而阿昌哥就係佢一個失敗中，即係移民失敗，覺得揾唔到希望，
喺呢個1997年嗰個 period 就翻咗嚟，就去娶咗，即係去咗國內生活玩，跟住娶咗，即係遇到個太太，跟住但即係1997年生咗佢個仔。咁我覺得係幾得意，就係個 twins 家係1997年出世，咁我就覺得佢，我想揾佢哋啦，咁係。嗰隻帽嗰隻嘢咧，唔係我哋平時睇開嘅，呢隻嘢係咪專門放太平紙紙？唔係嗰隻係邊度穿？中間嗰、那個。係啊，中間帽嗰、那個。獅子中間嗰、那個。兩隻獅子中間嗰隻係咩嚟㗎？呢隻好好，因為佢都係其實係個 illustrator， 我哋揾翻以前有啲相，有一啲 reference， 跟住佢抽取咗出嚟，咁。所以我依個我就冇特別話考究佢係乜嘢。係。咁問咧，其實中間嗰只應該係麒麟嚟噶嘛？兩隻獅子中間嗰只。係。因為本身你哋係咪客家村嚟㗎？圍頭。圍頭。係講蛇話，蛇話係。哦。係。係。即係歪少少。哦，但係點解會有麒麟嘅？即係。因為通常客家人先冇麒麟嘅。咁我有啲價，即係佢就我哋唔係咯，但係都係道一個道教嘅活動咁樣稱。好好呢題，我自己要再研究啊！你問完之後，有冇其他問題？咁不如我問阿媽條啊，係啊，就啱啱出面都問過你啦，係就係、是、我覺得片入面咧，佢哋嗰個。佢哋嗰個國族嗰多元性，我覺得好得意啊！唔知點解有一堆人喎，以前係去咗法國做廚，即係想知道或者之後啦，唔係淨係嗰一批啦，又會有啲喺澳洲度翻嚟，有啲係啦，即係到底佢哋係咪有啲咩嘅聯繫會令有呢、這個可能睇上一集嘅朋友會即係明白咗呢個答案，就係因為我諗50年代香港就好多新界村落嘅村民都會移居去海外，即係要揾食啦。咁其實歐洲都好普遍嘅。咁同埋即係咧，條村其實人多，你去咗就會再搭到其他容易啲一個即係一條路去咗歐洲咁樣。好，所以都散咗好多新界嗰陣。有冇問題？頭先咧咪唔記得即係問，我想問你籌備咗幾耐？因為咧我見到你都。由他們第一次開會啦，去到他上投票啊、打完手啊，你都拍埋咁樣嘅，係啦，咁都幾長時間下，即係多數係2020年啦咁樣，但係因為籌備就起碼一兩年前噶啦嘛，咁我就想知啊，最早開始一定要做啦，一定投上啦，幾時咧？同埋當中有冇即係掙扎過啊？想做其他 topic 嘅，未必一定拍呢個。咁我唔知。觀眾有冇睇過其他作品？咁其實我都有拍，即係有劇情啊，都有拍。咁但係村落系列係我即係拍咗超過10年，同埋有唔同嘅有短片，有一個互動媒體嘅作品又有。即係我因為我自己覺得佢嗰個長度係可以好，唔一定係好似喺戲院睇嘅。我自己比較跳，中意乜都試。咁但係咧，村落嘅議題係拍咗好多唔同。嘅格式，咁所以你話籌備嗰樣嘢就係，亦正正因為我一直拍緊，所以嗰樣嘢個 research 係 keep 住做。咁可能有人講，即係有啲藝術家有講啦，即係可能一生人可能就係做一個題目嘅啫。咁我又唔係淨係做村落，但我覺得我都好開心可以做咁耐，即係同一個題目。咁所以嗰個籌備係之前已經有唔同嘅創作去醖釀咁。同一樣嘢，但係好似每次都發現緊啲新嘅事情。咁我希望觀眾唔知有冇悶啦，希望你都有啲新嘅角度可以感受到咁。會唔會拍埋即係海外嘅呢個補充人？咁咧，我哋都有考慮將河上邊村再放，咁就做個 double view， 就一齊即係可以上歐十年嗰部作品同埋依一部一齊放咧。咁呢位觀眾希望你可以到時去睇，因為同埋其實中間正正咁樣同阿 Mary Stephen 即係剪接師有傾，點解呢一部都會滲咗以前嘅上一套戲嘅 footage， 因為都 in case 大家冇睇過上一部，咁都有個對話。係，就係啊。
我自己有睇上一集嘅，所以我都好深刻嘅樣咯。咁我想問係你上次已經 cover 過一次啦，咁、你第一係你點樣去諗今次你再 cover 嘅時候嗰個主題同埋？嗰、那個疫情點樣影響咗你？會唔會令你偏離咗個主題，或者你要改個主題，還是係唔係喎？好似令到我想表達嗰個主題更加好咧？我諗我個主題都係再即係究竟家同團聚咩？好似好陳腔濫調，但係我諗我哋經過咗好多事情，好多有疫情，咁其實嗰同一樣嘢，好似我覺得係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咯。咁同埋。以前很多村民去了海外，其實現在我們也很多即香港人去了海外，即我覺得那個散落好像即很有趣的一對話，即你一個點，但其實你是跟整個世界 connect， 我覺得條村給我的感覺，我覺得我好像整天拍裡面，其實很深刻，就是我小時候，如果你記得見到我整個短頭髮整個男生那時候12歲未變聲的我呢，其實是小小個見到每個十年的清照，就好像一個好似好多人在海外回嚟，就覺得好像我一個地方見到呢個世界，我身邊轉咁。所以我成日好深刻，好對呢個清照咁留戀依戀係呢個原因，即係我另外一個議題，即係除咗家同埋團聚咧，其實就係關於傳統呢件事。即係因為我冇睇到上一集咁，但喺呢一套入邊其實都會。有不同的人的視角去講佢傳統的，例如話有一些年輕但係喺外國長大的就話啊傳統是 worship the nature， 咁樣之類，但係後屘就我唔係好聽得清楚，佢又話個傳統冇咗定係唔 pure 定係點樣，即係好像係有一種大家嘅睇法不同，但係喺香港嗰邊或者即係親戚之間啊人之間嘅關係咧，就會講比較多是好想聚埋一齊啊！老人家好想見到啲親戚，叫佢哋翻嚟啊！但另一方面，我見到你有好多 shot 係講個環境，同埋係見到好詩意嘅、好靚嘅，即係嗰個直觀嘅感覺咁樣。但又影響嗰啲龜或者放生嘅時候，即係唔知道個生態啊或者環境同埋 nature 同傳統之間嗰個儀式之間，係咪你都會想表達一啲感受？我諗，多謝你嘅提問。其實呢套同個片名點解叫《冬未來》（Winter Chance）？ 我諗係都係同個疫情好有關啦，同埋嗰個清照係喺冬天發生，就係聖誕節嗰幾日。咁我成日講笑就係我人生每個聖誕都係聽 George Michael， 但係嗰一年嗰年2020冇咯，就係聽即係好多 chanting。咁而好得意就係當我哋以為缺失咗聚會，好失落嘅時候，其實嗰陣時係好。專注在個禱告度，即我諗同成個疫症的 period 就係大家見不到對方，但係我相信可能唔多唔少，大家會多同自己對話，同埋係一個我諗嗰個大自然嗰樣好重要，就係唔係一定講話啊，我喺 nature 先至可以療愈，但係我覺得即我唔係淨我覺得啦，其實嗰個太平先照嗰個禱告其實就係同天同地同呢個自然係有個。即係感謝同埋 conversation， 即英文叫 cosmic renewal 嘅太平清照，就係講緊好 new age 宇宙嘅更新。我諗係人嘅聚合同埋點，我哋喺喺度 chanting 嘅時候，會希望有一種即係安慰啊，同埋感謝。我想有冇其他提問？他們後來一直你都不知道究竟敢不敢成，咁你作為記錄呢件事的人，亦都不知道最後會點。咁你有冇啲 plan B 啊，或者係點樣處理？點樣可以或者係如果敢成，有冇呢啲咁嘅諗法啊？心情係點啊？或者有啲咩處理方法係預咗嘅？係好咁我就真係。我哋冇 plan B， 因為你平分上司講過，好天落雨天都係拍攝天，咁即係話佢點樣發生嗰件事，搞到搞唔到，我覺得嗰個變化都會講得通個故仔，同埋可能個好處，我唔係成日想擺，即係導演本身成日擺自己上台，唔知係好定壞，但我都唔係想嘅，但係我喺裡面嘅時候，我覺得我會點都會兜到咯，如果真係萬一有啲咩。
咁同埋我諗亦都係有個 animation， 最後嗰個就係做唔到嘅嘢。我覺得可能我哋都有個空間，就係喺 animation 裏面可以去圓滿一啲我哋可能即係我哋嘅想像以前嘅美好，係咪可以？即係有個，同埋個冬未來好似係，好似你話睇嗰陣試過你咩冬，即係咁，但係嗰個冬天個 future 係可以係unknown uncertain 或者係一個 hope 咁啊，所以我就冇 plan B 啊，即係 all in 呢個命運咯。好，仲有冇其他問題醖釀緊？如果沒有的話，一可能就要 wrap up 一下。我 wrap up 是我想都可能時間先，我希望一部小小的電影啦，希望大家喜歡不喜歡都可以去跟大家身邊的人分享，還有我們都需要大家支持和討論，希望可 可以更加放映，更加多放映，還有我很開心見到卡叔他閉目緊。是我都覺得是很希望可以多些人看到這部戲。 Thank you， 我都在外面大家可以再聊天，而且可能同事會找你們 share 一下。謝謝。